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要保湿伊贝诗，伊贝诗弹润保湿水。要旅游找途牛，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赢323途牛旅游节百元现金券。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现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现在请您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进入到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百万元的红包等您来拿。下面就是老师们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马丁马老师，欢迎马老师。啊，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嘉兴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接下来咱们就了解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请看大屏幕。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我心里一直默默地喜欢着他，可是他的心里却住着另一个人。后来他失恋了，我就鼓起勇气向他表白，终于成了他的男朋友，可是他心里依然没有我。我为他做了很多事情，却怎么也感动不了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走进他的心里。男生说，我一心一意地对你付出，但是为什么我就走不进你的心里？大概很多的情侣都有这样的困惑，老师们会怎么帮助这一对呢？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季，23岁，来自安徽，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兔，23岁，来自广东，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校友是吧？对对对。是一个专业吗？不是一个专业。是两个专业的。对，两个专业。同级吗？同级。同级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你是说认识还是在一块儿？你自己界定吧。其实我和他是从大一就开始就认识了啊。当时因为在一个学校嘛，然后又同时都是在学生会一块儿做事儿啊，所以就认识了。然后至于在一块儿，应该是在大三的时候，哦，2014年。前面那两年怎么就错过了的？没在一起。当时因为我刚入学嘛，不太会自己主动的去找女生，就开始可能只是有好感，然后他就被我们学生会一个更高年级的师哥给追去了。那你那个时候对他的情愫是默默的关注着呢，心里有了呢，还是什么都没有？其实那时候就挺喜欢他的，因为当时有一次学生会我们办晚会嘛，当时我工作证掉到一个那个夹缝缝隙里了，不太够，然后当时他正好经过这边，然后他很主动的就是趴在地上帮我够出来，其实当时我觉得特别感动，所以就当时就有关注他。经常约他出来，因为当时他的一个室友是我的同乡，然后通过这层关系就经常约他出来，然后后来被学长追走之后，他有男朋友了嘛，就没有天天去追他去这样子。那后来怎么到了大三你们又在一起了呢？当时的时候是他和他的前男友分手了然后我看他每天沉浸在那种失恋中。是因为学长毕业吗？对对对，学长毕业了就分手了。对，然后我觉得特别心疼他，不想看他每天沉浸在这种伤心里面，所以当时我就想能让他开心一点，所以有时候每天会给他送一些早餐啊，带他出去玩逛街。当时也不是说一定就要走进他的心里，但是起码我想说，我想带他走出这个悲伤。没想到带他走出了悲伤，你们却陷入了爱里，是吧？
对。后来呢？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是咱们快开学那会儿过完寒假，然后他说他行李特别多不太好拿，然后当时我就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去找他，但是我不想让他和我一样那么辛苦坐20多个小时的硬座，所以当时我就把寒假挣到的钱省了下来，然后和他买的机票，然后一块儿飞回学校，可能那时候他也会有些感动吧。然后你家是安徽的？对对对。他家是广东的？对。你从安徽坐火车到了广东？对。然后一起坐飞机回学校。学校是哪里的？学校是江苏的。哦呦，挺折腾的啊。你这算是绕了个大圈子啊。对。然后回去之后可能开始那几个月相处的也不算特别好，因为他的前男友是他的初恋，然后其实我也挺能理解的，就是刚失恋的时候肯定或多或少的说走不出自己失恋的阴影啊。所以他和我说了这个情况，我说没关系，那咱们既然在一块儿，其实我愿意再陪在你身边，然后只要能够让你走出这个失恋的阴影，其实我还是愿意等待的啊。所以说当时他会看他前男友的合照啊，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哭，我既然答应了说我愿意等，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就是一直带他走出这个阴影。后来呢？受不了啦？后来没有，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其实就突然对我也挺好的。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可能是不是他心里放开了，我觉得可能我日子熬到头了，我也蛮开心的。但后来其实我通过他的微博小号我才知道，其实那是因为他前男友有了女朋友啊，所以他才开始对我好。我当时心里也觉得挺难受的。这有什么难受的吗？他对你好就行。但是对，其实我觉得，但只要对我好，我觉得也算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然后后来就这样一直相处，我觉得爱情它有了希望，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儿。但后来就在前段时间的时候，他前男友回来又找他了啊，然后之后他就一直说要和他前男友一样出国留学考托福。就是以前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要出国留学这件事儿，就前段时间见完他前男友之后偷偷见他前男友，然后他这段时间突然跟我说他想考托福去出国，所以我觉得我想说我出国并不是为了前男友，我就是想觉得自己的前途，因为大四了嘛，大四有很多选择，有可能就业，有可能考研，我当时的选择包括跟家里人商量，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出国留学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可是出国留学其实你可以去很多地方啊，就除了美国，我觉得适合咱们专业的学校我觉得也挺多的。是学长去了美国是吧？对。就我觉得也挺多的，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去美国。这个节目录了这么久是第一次啊，就两个人来，一个人这么大段的独白，另外一个人就在那儿听着。你心里有他吗，姑娘？有的，其实有的。有哈。那反正毕业嘛总是一个坎儿，对吧？互相商量着，你是想出国，你想吗？其实我并不是太想出国，因为从我自身发展来说，可能就是我的专业可能也比较适合留在国内啊。你是什么专业？我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哦，你呢？我是学新闻呢。要去美国是吧？要走了以后未来的这个情感你们怎么延续，你想过吗？我想过啊。我希望的感情状态是彼此都可以很独立，也可以让自己变得很优秀啊。其实出国也不是说一定就非得将来会留在国外，我觉得可能出国说白了可能也就2-3年的时间啊。我问问你啊，姑娘，就是你在跟他交往期间跟你的前男友还有过交集吗？我不用交往这个词，我用交集，比如说有没有见过面啊，有没有互动啊，聊天的互动啊。其实有过，但是不是很多啊。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因为前段时间他有一次大半天找不着他人，然后打他电话也打不通，然后问他室友，室友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后来晚上很晚才回来，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去帮朋友救场，去做一个什么事儿。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去那个学校政教处嘛，然后和那个老师聊天的时候，才无意中从老师嘴里得知他前男友回来，应该是拿出国的一些什么文件吧。然后我才知道他去见他的前男友去了。我当时不告诉你，不是偷偷去见他，因为我刚开始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跟你表明过，我可能在我心里前男友一直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位置。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只是为了见他，
如果真的没什么的话，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和我说一声，不要欺骗我。因为一开始我就跟你说过，但是你跟我说你不介意他，你不介意我心里有他，但是我可能会害怕，就是给你带来一些不开心。我不希望你因为我前男友心里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总之就是见前男友却欺骗了他，就是没对他说实话，对吧？嗯。你怕伤害他？我觉得他心里不想。他不想放下，就如果说他真的是想放下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你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好不好？就是我和他在一块不是一年多了吗？但是他的微博小号每一天都在更新关于他前男友的东西，失恋一天啊，两天啊，失恋多少天？对于我来说，他只是一个习惯，不是我故意要那样去做的，我也没有想过那些东西可能会让你发现，可能会给你带来伤害。之前他前男友去北京工作的时候，他会截北京的天气截图。后来他前男友去了美国读书，他又会截美国的天气截图。这过生日的时候会说祝他生日快乐。我跟他逛街的时候嘛，我看到他包里有张快递单，就是寄给他前男友的生日礼物，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他前男友的生日。不是那个生日单，我得解释一下，因为我跟我前男友在一块两年多的时间。其实那个生日礼物是我在跟他就是分手之前就买好了。那个礼物其实我也想过就是转送给别人，或者说就把它扔掉，但是我也考虑过，我觉得可能那个东西对于其他人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我就扔了也其实也挺可惜的。然后我就寄过去给他，就像朋友之间一样，没有任何别的。你们在一起你过过生日吗？过过生日，但是他没怎么和我一块过。哦，那他过过生日吗？他过过生日。你给他过了吗？给他过了。当时放暑假我又专门跑到广州一次，其实那段时间真的还是相处挺好的。就自从他前男友回来，可能又开始对我特别冷漠，然后最近又琢磨要去出国。我觉得其实你太膈应前男友了。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心里没有你那么多去想着他，在我心里他有一个位置，但是对于我来说他只是过去式了，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在和将来。那既然已经过去了，我为什么还要在微博上不停地更新他呢？咱们在一块已经一年多了。因为他就像我一个习惯一样，因为他是我初恋。可能很多事情就像写日记一样。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吧。哎，你愿意跟他一起去美国吗？其实我还没太想好，因为毕竟也不一定说我想去就能去啊。其实如果他真的只是为了学业的话，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支持他，但是他开始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儿，就因为前男友回来就说要去美国，这事儿太巧了啊，所以我不太相信这个事儿。好，我去美国留学真的只是我个人的前途，为我个人的前途考虑，而且去美国是我跟我父母我们坐下来讨论过，去美国学专业进修一两年两三年，可能对于我将来回国以后前途来说会更光明一些，只是这样。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哎，轮回嘛。啊，前男友毕业的时候说分手，两年以后要毕业了，现在说分手的不是男友，是另外一个人，应该怎么办啊？听老师们的吧。丘比特问卷，不许说你过去那点事儿了啊。我保证不说过去。不许说了。对，我想问一下，你在微博小号上还写你和前男友的分手纪念日是吧？你们是什么时候分的手？2014年分的手。2014年几月几号？2014年8月底，8月26号。那你们俩是哪天牵的手呢？2月28号。姑娘，你不太记得，对吗？分手纪念日记得清楚无比，牵手纪念日不太记得，但男孩记得。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前男友长什么样？前男友其实也不是特别高特别帅，但是我就觉得他特别有才华，特别优秀，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光芒万丈的那种。光芒万丈。他就像我人生的一个灯塔。灯塔。那现男友呢是什么？我觉得现男友就对我挺好的，他也挺爱我的，就是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可能如果我这辈子不跟他在一块，可能也再也不能遇到比他对我更好的人了。其他身边的人怎么认知不重要，你怎么认知最重要。前男友是灯塔，光芒万丈。现男友是什么呢？比喻一下。温开水吧。温开水。温开水。适口适口。温开水温开水很健康，对吧？当然了，很健康。是这样，
每个人在自己心中初恋都必定留有一定的位置，有一个角落就为初恋对象留着的，他永远不会被磨灭掉。我想这个小伙子应该不是说特别在意他留了个角落，关键角落有多大的问题，是不是经常没事不管他，他就在角落里啊，稍微一触碰，呜，角落膨胀了，占据了整个空间，把现男友挤到角落里去了。这是你自己心态最大的问题。说实话，他认为你去美国是受了前男友的影响，我也基本是这样认同的，毕竟前男友是灯塔嘛。但是灯塔为什么会抛弃你呢？他说毕业了，然后觉得当时在北京对于他来说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他去北京没问题，你们俩也不用分手了。他不是特别喜欢异地吧，当时我还才大二，所以好吧，我要说的很简单了，灯塔光芒万丈，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前途可以舍掉自己的女朋友，在你珍惜无比的看中的这段感情上，对于他来说可能只是生命中的一个小过程。你是做珍宝的掏心挖肺的这么一个男人，可能看待你只是曾经的一个小女孩，你愿意锁在保险箱里的东西人家可能随手丢掉。如果一个不爱自己的灯塔，不珍惜自己的灯塔，他又有什么价值？如果灯塔回来找你，你还要他吗？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你没有想过对吧？但我觉得根本不可能了。如果可能了呢？灯塔回来了，说我们在一起，历经两年多还是你最好。我没有想过，我也不知道。跟男孩说几句吧，有的时候啊，温暖可以感化一切，有的时候啊，温暖什么用都不管。有的时候你能等到那个人真正的回心转意，有的时候一辈子等不到，这就是爱情让人又着迷又可恨的地方。我不觉得你能够取代他心中灯塔的位置，而且你也不太会获得这个女孩给你同等回报的爱。你真的要等下去的话，可能等到一个很可怜的结果。与其这样，不如放手。灯塔为什么他忘不了呢？因为遥遥无期，在远处照耀。温开水为什么他不太在乎呢？唾手可得，拿来就喝。等他想喝喝不到温开水的时候，说不定他就能记得，水是生命之源，灯塔只用来眺望就可以。男孩说了一个非常对的话，爱情当中要有希望。你们俩同样都是抱着希望在谈着自己的爱情，只有当这个女孩对前一段恋情绝望了，你的希望才有。而现在呢，这个女孩并没有绝望，一直在期望，因为她觉得自己的爱情是有希望的。而希望当中的那个男主角不是你，是她的前男友。女孩，你是在谈着一场恋爱，一场曾经的爱情，而那个男主角就是你的前男友。否则不可能失恋多少多少天，不可能已经分手还给他做生日快乐。而你的心情随着他的一举一动在变化，他在哪个城市你关注哪个城市的天气。请问同样的几件事情，有没有为他做过？有没有想为他做过？所以啊，他在跟你谈恋爱，你在跟前男友还在继续的恋情。我觉得是，只不过一个是地理上离你很远，却在你心里充满了所有的位置；一个虽然每天陪伴你在为你做着一切，但是可他在心理上的位置离你很远。你们分别在谈着一场恋爱，而真正的爱情是相爱的，两个人的希望是同一个希望，我们有共同的目标，而你们不是啊，貌合神离。你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爱上过这个男孩，只不过他是能够让你走出暂时的悲伤，一个陪伴的伙伴而已，但你不告诉他真相。不是的，老师，从一开始我就跟他说过。对啊，就怕这样的。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他。是的，可是你还要给他希望。你明明觉得我不会爱上前男友，他只要不结婚
你一定会心在他那儿。不是的，老师，我觉得在我的人生底线里面，我是不可能因为以前的男朋友去辜负现在的男朋友，我是绝对不可能。你还是没搞清楚我的意思，你心目中真正想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是前男友。可是想归想，现实跟……你告诉他了吗？想清楚吧，好吗？如果你想不清楚，你要想清楚，你们知道应该接下来怎么做了。就这样。好，谢谢，谢谢曲总。胡老师，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中的过客，但却总是成为你记忆中的常客。有些人是你生活中的常客，但永远也仅止于是做客。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喜欢和不喜欢明明白白，来不得半点虚假。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但问题是，人总是喜欢仰望那些得不到的，忽视身边已有的。你口口声声说对前男友的怀念，只是成为一种习惯，那是因为你对他还不习惯。我们说养成一个习惯需要3年5载，破坏一个习惯只要21天，只是你自己很喜欢很享受那种习惯，却很不愿意适应现在这个男人的习惯。你心里难道不清楚？你反反复复要强调我是跟他说了的，我一时半会儿是走不出来的，我也是跟他说了的，你想取而代之是有一定困难的。表面上这种话源自于你的一种善良，是我已经说过的，所以你爱我与我无关，你要付出要冒险那是你的事儿。但这句话本身是多么的无情啊！你自己能不能走出来你自己不清楚吗？你为什么不可以从走出来之后再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呢？一开始我有这么跟他说。对，就是你跟他这么说显得很自私。你说代表的意思就是我跟你说了啊，如果你到了头来不能取而代之，你别怪我，我已经事先跟你声明了的。但爱情不是商业，不是做生意，不是事先约定了就可以内心不愧疚的。感情是一个自觉的事儿，你能不能走出来是你自己内心的把握。所以说如果要说错，你内心错往往就是错在这一点。你不要觉得很难以拒绝，因为如果你不拒绝显然就是一种伤害。我倒是希望他去美国的，让他在自己的前男友身边好好的待一待，你会发现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也许你真正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发现那个男人可能不适合。其实我自己的预知是这两个男人都不适合你。如果你的前男友你们能够在一起，他就不会抛弃你，如果他可以跟你在一起，他就可以取而代之。但是问题是这两个男人都不是你的归宿。不要听那些所谓的什么石头也可以捂热，捂热了没有用的，放在这儿50分钟热了，你把它拿出来放桌上它又冷了。你要捂热它你还得揣在兜里，你能天天把它揣在兜里吗？你揣不了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来不得半点虚假。所以不要妄想取而代之，其实你从刚开始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了他的风险。当他跟你说你想要代替我前男友内心中的分量不是那么容易的，刹那之间你的那种征服欲被挑战起来了。我还不信呢，我还赢不过一个大洋彼岸的人吗？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如果你还要自以为之的坚持下去，你就跟着他去美国看一看。如果你看着他和他的前男友走了，可能你内心还找到了一点平衡，但是我认为这毫无意义。你在他心目当中并不是最珍贵的。既然已经意识到了这点现实，就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半径上去，送一声祝福，不要出来。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们一下，或者说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太快。其实我觉得人要学会享受寂寞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
当你前男友离开你的时候，你学会享受寂寞，他无机可乘，没有今天这一段，也许有会更好，没这么纠结。当她的男朋友离开的时候，明明知道他还带着伤，为什么不再享受一段寂寞呢？非要在那个时候一定走进去。当我们学会享受那种情感上的寂寞孤独，守点自己内心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等一段时间来得会更好。如果真的因此而分手了，希望你们都能守一段寂寞，迎接下一段的情感，自己选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其实我觉得付出这种东西它不会丢人，你爱不爱我就像喝水一样，它是能感觉得到的。如果觉得我能感觉得到，其实我愿意去做一些可能别人看来非常没有意义的事儿。但是我也觉得有些东西如果它真的让我感到了没有希望，感到绝望的话，其实我也会选择放手。但是我还是想在心里把自己想的想明白，同时我也希望你能把自己心里想的告诉我。所以我不希望说咱们俩一直想着本来自己不应该想的东西。我觉得在一块儿，你让他说一句话呀。我想说，可能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个很好的选择，也是个很好的人，但是我去美国真的跟前男友没有关系，纯粹是为了我自己。请亮灯。哎呦，你听他说一句多好啊。哎呀，请回两位啊。大学里的爱情，毕业了就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时刻，请关门。即使我想没有那个前男友的存在，就是这样一对女生现在说要去美国，我相信也会有这么一出。年轻嘛，总是要经历许多，让他们自己好好的去沉淀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一对一的指导。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卡。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请关注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看一看这一对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请开门。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还是替代不了，既然替代不了的话，我觉得还是放开比较好。暂时的温暖我觉得不能成为生活的全部，人的一辈子还很长，所以我就还是决定离开了。可能我之前挺自私的，台上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如果我心里没有彻底的放下一个人，我觉得我就没有资格去开始新的恋情。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说伤害也挺大的，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伤害到此为止。好了，祝你们毕业季顺利，祝你们开开心心，留学也好，工作也好，把你们在学校里学的东西拿到生活里好好的施展一下。而且我相信只要你们用心去爱，就能获得幸福。我们来看下一对吧，各位请看。我们结婚十几年了，一直我为这个家承担了很多事，真的很累。别人家都是男人当家做主，我们家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我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我觉得太压抑了。他有什么好压抑的？我为这个家做了这么多，他还觉得我强势，觉得我管得太多，我才觉得委屈了。我希望他能改变，真的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郑，40岁，来自湖南，出租汽车司机；女嘉宾小东，38岁，来自湖南，服装店店主。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
你要来的？我要来的。为什么？觉得生活在家里太压抑了，没得一点地位啊。有什么好压抑的？家里面什么大小事都是我在承担，我还委屈了。哦，大小事他在承担。我给你们总结了一些事儿，因为结婚十几年，对不对？咱要都说开了，那时间就海了去了。我一件一件的事儿问，好不好？好的。说你们家买房子，但是欠着外债，你不同意，他一定要做，是吧？后来这房子买了吗？买了，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坚决反对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去买的。我们现在小孩也还小，需要用钱，而且我们在那边做那个生意，刚开始在那边做生意嘛，亲戚帮助我们借了一点钱给我们做这个生意啊，欠了他们的钱还没有完，这种情况绝对不能买这个房子哦。我是为了小孩以后生活条件好一些吧，现在小孩还小吧，欠了外账可以慢慢还呀，是吧？哦，你觉得委屈是吧？嗯，我觉得委屈。我说的话做的事啊，没一点商量的余地。去年我还没开出租车之前啊，他跟他一个表哥聊天，他说我正在跑一个业务，需要两个人结伙，一天能够赚个1000多块钱吗？哇！他听到就是觉得好像，那好啊，那你就带我老公去做也行啊。他就马上打电话，他说：“哎，我给你找了一个好事了，你马上回来。”我说：“那我这边这个事情还没完成啊，要十多天啊。”他说：“那不行了，人家在家里等你嘞。”后面我回来就是我问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做那个业务，需要一台车子啊。没办法，又买了一个新车。买了个新车，我们在外面跑了一个来回啊，给了大概半个月，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啊，一天能赚好多钱啊。后面这个事啊，也没去跑了。现在那个车子啊，耽误在家里面，现在卖也要亏几万块钱了。你还说那个车子，别人买个车子一天都能够赚个好几百块钱，你什么事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什么事都不做。我想到你半年了在家里没什么事，给你找个事。我也不愿意去买个车呀，我想给你找点事做呀。等于这生意又完蛋了。啊，生意完蛋了。车现在趴在家里了。啊，车子也耽搁在家里面。卖也现在要亏几万块钱。你是觉得你，他强势，他是觉得你懒惰，是这意思吧？对，他做什么事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从来没有个什么长期稳定的工作做过。他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做的事情就是不固定，这里有事做我到这里做了，明天那里做就那里做了，或者后天没事做，那我就在家里玩。但是我每个月的工资，比上班就是差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就是3-5千块钱，也就是说，上班一样，三五千块钱费就这样的。您这个上面是服装店店主是吧？你卖衣服一个月能卖多少？我一年大概10多万吧。说你还想学开公交车呀？哦，学公交车以前我们有2-3个店吧，现在生意不好做，只有一个店了。欠的账越来越多啊，我就想把那个驾照升一下，可以开公交车，有个3-5千块钱一个月，贴补一下家用，然后还有个五险，上个班呀，也只有半天，我生意照样可以做吧。哦，他这个开公交车这个事情呢，他就是觉得好玩、好奇，而且他开这个公交车呢，要先期要投资10000多块钱。做什么事不要投资的？我们没读书的，没文化，你做什么事有30多块钱一个月？要两年以后。才能够做这个工作，两年以后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啊？去学了吗？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他也每天跟我吵架嘛。好吧，我再问其他的了啊。你们两个谁管家呀？我管家。他这家管得好吗？不行。不行？太不行了。太不行了。那你咋不管呢？我为了尊重他嘛，就是在我们那边就是有女方当家的这个习惯啊，习惯。他当家好多的方面，真的是，你像他在街上看到什么东西，那个衣服啊、裤子、鞋子啊，看到什么就想买，柜子里面都是一年难得穿2-3天的。哦，那你也不想一下，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也就是两头生意，现在条件稍微好一点了，我作为一个老板娘，我肯定要穿得体面一点出去吧，我不买点衣服啊。你觉得你管家管得咋样？还可以。还可以啊。他说他管钱行，什么东西他要点贵的买，便宜他看都不看。那一次他买了一个什么衣服，那个衣服的上面是毛领的，下面是单的，去太阳的时候毛领就穿起热，如果冷的时候下面是单的又冷啊。
一年就是挂在柜子里面，一年难得穿上几天，发上几千块钱。那你年有他就是经常说他赚了的钱，他爱怎么发就怎么发。但是这个东西，你要以家庭为主，是吧？好多的方面他都是那么强势啊，看不出来他强势啊，他做的是强势。哦，你怕他吗？嗯，尊重他吧。尊重他啊。你什么事说的不对？我还有，难道还有我听你的吧？我做什么事他都认为不对啊。就像去年清明节吧，我就说那你在这里带小孩，在这里我就一个人回家，那你多给点钱啊。啊，那我给你来回车费就行了嘛。我回去好不容易回去，他一年回去一次，一个亲戚朋友啊在一起啊，打点小牌呀，吃点饭呀，都需要钱，他就给来回的车费。那我说那不行，他说不行，不行你就不要回去了嘛。你这样说，后面回去我又向我那个向朋友又借了点钱。你不知道家里什么条件呀，给车费给烟钱就够了呗。我等一下你拿多了钱，我知道你回去干嘛去啊？等一下你跟别的女人搞暧昧去了呢？不，你怎么那么不信任他呀？我回去过个新年，他有过一次，我肯定不会信任他的。他怎么了？他有过一次。对呀，他每天24小时都是跟别人打电话聊天。啊。哎，小孩有一点事了，找个人都找不到。那是好多年前以前的事情，跟他解释了无数遍次啊，我们绝对是没什么事，是正常的生意上的来往啊。我们性格比较合得来嘛，就是说聊一些家庭上面的事情，他就跟我打一些电话。嗯，就是有一次可能打了一个多小时，他刚好就找我嘛，那个电话。你还有一次那个清单我都打出来了，还有一次。不，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七八年前，他就紧纠结这个事情不放。有什么事情他都好像对你就不放心啊。那个事之后他什么事啊好像就受他的监视啊，跟踪一样。还跟踪啊？你在哪里跟朋友吃过饭啊？他要打电话，打好多的电话呀什么的。听明白了，都在他掌控之中啊。你去干嘛去？你去约别人吃饭去。那个事情也就是说，就是说我跟他有点生意上的往来。行，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有时候我可以跟他帮点忙，他就说要请我吃过饭。嗯，听明白了。我就怕他多心。那这么多客户，就怎么就是他一个女的跟你有这么多？今天有事，明天有事，他24小时都有事呢。是吧？这确实，咱们不说了，七八年前了啊。嗯。这个自从你发现那起事件之后，后来他还算老实吧？后面好一点点，但是后面我也不会给多了钱给你，因为他没有好多钱吧，他怎么去？明白了，就是你拿住了他的钱，你认为他没了钱，他就坏不起来了，是吧？从那个事之后，他就是什么都怀疑你，其实我跟那个人也没什么。是没什么，你后悔过？他只是多心。对对对。我再打个比喻给你听嘛，我是在跑出租车嘛，我隔壁一个邻居。他就是想下午要用车，他刚好又碰到他，他说：“哎，你把你老公的电话留给我了，我下午要找你老公用车。”他怎么说的？那你留我的电话喽，我再告诉我老公，再告诉你，也叫他过来接你喽。我们都是个邻居，是吧？人家向你要个电话，你都这么多心啊！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一开始夫妻感情还挺好的，男的呢还做点生意，结果女的发现好像丈夫跟某一位女客户来往过密，从那儿开始之后，老婆开始管钱管家里的事儿。为了证明我跟那个女的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女的还去叫了我，叫了她，还叫了旁边有个我的朋友啊，在一起就是说在一起单独说了这个事情啊。你老爸住院了，你怎么知道要我去借钱呢？你跟别人关系那么好，你自己去借钱去啊？好，就不吵了。还打个电话要我去娘家借钱来跟你爸住院，你管个什么事吧？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老婆还是在意这老公的，不在意你爱干嘛干嘛，是吧？也不管了，对不对？他就是这么强势，我说什么他跟你受苦的时候自己不怎么不说呢？结婚的时候饭都没得吃，你心里还有这个男人吗？说句实话，有啊，有啊，对，没有就不会那么管，连邻居你都监视，你心里还有这个女人吗？他那个时候，刚才他说的跟我，你心里还有这个女人吗？你告诉我啊，有，但是你对她的做法实在是看不上，是吧？有蛮多的事情。行，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我相信老师们也听得比较明白了，帮他们分析分析。
看看应该怎么把这些结给解掉了。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大哥，只有两招可以解决你的困局：一，不给我自由，我就跟你离婚，怎么样？我从来没考虑过，以前吵架的时候，他总是说离婚。哦，你都从来没说过。嗯，哎，这男人多好啊！啊，离婚这条道走不通了啊，还有一条道，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他不是不给我钱吗？我挣。每一对夫妻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有的人就是男强女弱，你们家反过来，女的强势，对吧？所以你们俩之间的模式，就是你们俩性格决定的。你已经被管束七八年了，现在给你自由，你老婆不管你，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你知道吗？你说不定又干出一些什么错事来。我看得真真的，你们俩这种模式应该继续。你呢，就踏踏实实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加倍努力的工作，享受被管的幸福就很好。你们俩肯定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大前提。在大前提之下呢，女士，你得做出一些调整。首先第一，你心里是不信任他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关系上，你怕他会有什么花花肠子，这不信任；另一方面在他的能力方面不信任。而你呢，典型的做得多想得少，听风就是雨，人一说什么，哎，好就做了，非但自己不过脑子呀，也不跟老公商量，因为你不信任他，你觉得没用，所以你会累。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这个家里着想的，你心里的家里责任感是非常强的。但是你基于你对他不信任，结果你在前头跑得快。他呢，第一呢能力是有限，第二一个呢还真是爱你，挺踏实的，结果呢就被你拽着跑吧，自己很狼狈。现在呢就是里外他都没面子。虽然你们在一定程度上在这种关系已经形成了，但是一定得有一个度。在你这个大前提之下，你给他一些自由，给他一些尊严的话，他一定会加倍的爱你。况且你身上有很多缺点是他是可以给你弥补的。就比如说你不过脑子，很冲动，你做事很冲动，花钱你可能经济上你做的也不太好，但他可以。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心思可能还是蛮缜密的人，有些事情他会想得多做得少。你们俩在这一方面如果能多沟通多聊一聊，你们俩中和一下，可能能做出点有前途的事儿。这是你们俩性格上的互补，很好的互补。而这位大哥啊，我觉得你是挺压抑的，但是爱老婆，爱这个家，对吗？你甘心受压抑，但是在某些方面的确是尊严上受到了很大的挫伤。所以给你的建议就是多在自己的工作能力上下下功夫，在工作方面如果你能赢得了你老婆的信任，就可以换来尊重，好吗？各自改自己的那点不足，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还挺好，互补。就这样。好，谢谢，谢谢曲总。涂老师，在场上你们至始至终所有的对话都没有那种咬着后槽牙的那种咒骂的感觉，好像还是彼此顾及对方的面子。好的婚姻恰恰是有问题有矛盾却怎么也打不散离不开，但是确实男人需要面子，如果可以给就给一点。你再怎么瞧不起他不能挣钱，再怎么看不上他在道德上不单纯，但你毕竟还是要跟他在一起，那既然要在一起就寻求解决方式。更何况其实据你刚才对于自己家庭的财产描述，说还欠着那么多外债，说明你只是这一两年才开始好起来的。那么这一两年才好起来，不仅仅是因为你撞上了好时机，又或者是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我相信你这个老实巴交的丈夫在背后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要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一年挣十多万。不要抓住他一次的问题就对他咒骂，不要抓住他一次问题就感觉自己了不起，其实把自己的丈夫踩在脚底下自己脸上其实挺没面子的。怕老婆不可怕，我也是怕老婆的。惧内似乎是中国男人的一种优秀传统，古代连皇帝都惧内。你刚才那句话说得很有境界，
我不是怕他，我是尊重的。那就彼此尊重了，给他补一点，说点好听的，但是该有问题，该揪住骂，该揪住教育就教育，但是事儿过去了，还是和平共处。祝你们幸福。你还继续这样吗？你觉得对吗？对。不对哈，老师们说的对吧？心里有个坎儿没过去。还都是爱的，不爱也就不在乎了，你爱干嘛干嘛去，对吧？两个人也还都是想把家里的日子过好，对不对？嗯，所以他才着急说，哎呀，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个家伙你不懂，我必须怎么干，对不对？怎么办呢？做事慢半拍，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以后在家里就是在当着外人的时候多给他的一些面子，家里的事儿共同商量一下，好好的过吧，好吗？还压抑吗？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你这样，你直接去亲他一下，然后回来你就不压抑了，试一下。去啊，勇敢一点。哎。哎呀！最后听听他们能说出什么话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老婆，其实从第一天跟你相见的喜欢到我们一次结婚到现在，其实我一直爱着你的，就是在这个钱方面我们一定要量力而行，要花得有价值，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生意做好。好吧，只要你努力赚钱，我到时候我也改一改我的脾气吧。没了？哎呀，亮灯啊！不让你发火，你还真不会说话了啊！两位请回吧啊！来，请关门，请关门。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请开。来吧，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谢谢。老婆，别着急，我还有一句话要说。要保湿，易被湿，啊，来吧，时间给你们吧，我们一起见证吧。老婆。这么多年，其实一直也辛苦你了。你这么多小孩，都是你一个人把他带大，辛苦你了。我爱你。再亲一个，亲一个。请亮灯啊！推开一个家庭的窗户，你可以看到真实情况的时候，像这样锅勺碰锅沿的事儿多了去了。如何很好地化解它，是需要智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这样的平凡夫妻，能够有勇气走上我们这个舞台，为我们揭示他们家的那点小琐事。这样就让我们的老师们有机会，就着他们的事儿，跟大家做这种家庭关系的分享。
接下来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剂。涂老师，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我是女友的初恋，但我已经处过两个了，她就一直都不接受，因为这件事儿闹了很多次，一闹矛盾就要和我分手，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一个女人揪住你的过去不放，就像嫌弃你的出身一样，揭你身上的旧伤疤。这么不能包容你的人，一定在生活当中也不能包容你其他的缺点，这样的人不堪与之相处。好，谢谢，谢谢涂老师，也谢谢我们其他的两位老师。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要保湿伊贝诗，伊贝诗弹润保湿水。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要旅游找途牛，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赢323途牛旅游节的100元现金券。再一次对以上机构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并且陪伴了我们的又一期节目，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